上。那另外在两分球的部分，梦想家是六投三中，林志杰的外围出手三分球。野兽如果这场比赛醒来的话，对手会很难过。mismatch， 曾文鼎再把球给出来，转移到底角，林志杰比了一下，切入到禁区，哦，两分放进。面对简浩的防守，自己再切入禁区，第二拍的出手，个人连得四分，也回到场上来。石伯恩的逃投，近况。志杰，这一球切进来，野兽发威哦。被这么大，双方依然差距来到三分。林志杰来单打林俊杰，三分外线出手球进，野兽 on fire。底线，野兽要用三分球来解决问题。野兽出笼了，在梦想家的主场。其实对梦想家来讲会是一个利多。这场比赛正式的告一段落了。最后，台北富邦勇士以83-68击败了目前的龙头领先者台新梦想家。